全新的展览及教育场地，笑雪斋艺术展览馆现正举办首次展览。展览由岭南大学数码艺术及创意产业系策划，以感物为题，探索艺术家以至鉴藏家如何经由创作及赏物，去表达人与物之间的情感联系。透过展出笑雪斋珍藏的宋代至清代陶瓷以及二十世纪中国绘画，观众可以在山水之乐的主题入面观察画面上的不同元素，探讨画家如何与自然及生活中遇见的事物建立联系，表达心中情怀和思绪。另一个主题玩物之道，引领观众欣赏陶瓷艺术的独特美学，体验将物融入日常生活情景的雅趣。通过是次感物展览，观众可以再度连接艺术家创作的表达手法，并欣赏当中传统艺术形式。展览由现在至2024年11月29日在岭南大学李运强教学大楼南翼三楼举行，开放时间为星期一至五上午10时至下午5时。欢迎公众浏览展览馆的网站，并于网上预约免费参观，以及追踪展览馆的社交媒体账号，留意最新消息。